太极练功养生拳，张楼相继，动静合一，神行兼备，是一套参坐简定、养生补气、强劲筋骨、老幼皆宜的健体养生之家拳。 太极练功养生拳的创拳人之拳师关永年先生，31年致力于气功研究，并将这一养生之拳内加气功及柔术和盘传授于后人。这套拳起源于六合形意拳，天众内功致敬。 内功不仅是一代宗师丹刀李存义所授，李兴阶、孙禄堂老先生所传。这是李兴阶老先生及其八字功。八字功分为软八手和硬八手两类。这是软八手，其自觉为展、截。 果、胯、挑、顶、引、领，可惜这套拳现在已经基本失传了，后人只能从照片上品味李老先生的功法和神韵了。 是李兴阶之子孙禄堂之高祖李敦素先生的三体式，六合形意拳之老祖宗品，乃是关西省家族叩首而得。进京北方剑者传，他记述了时代拳技的历史、名人名士的事实。 学是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老先生所著。太极内功养生拳得到了我国著名武术家协会副主席吴陀兰先生的关心与教导，并提出公认其乃太极正宗之法。 先生德高功深，亦使世数弘扬其健康长寿之事业，造福于人类，为继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遗产，内加气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将气功、柔术、拳术综合运用于治疗疾病、健体强身之事业上。 为我们的社会及全民提供了完整的经验。这趟太极内功养生拳十三式，动作沉稳优美，静力透拔，耐人寻味。它基于先天气质之念法，阳武悍然之气，不调息，其息自调。 以静身之法，速效而无定定。其拳势舒展、严谨、大方，以体肤内静而养气。其气沉于丹田，以丹田为宫，由内及外上下相随，开合有致，不使灵动。 蕴含健整，集太极正宗养生法则之大成，已成为拳师关永年先生的独特风格。
同志们，现在我们开始教课。无机式要求自然站立，起棚下落，先行腰劲儿，握拳转腰，展掌向左鱼角推出，为推窗望月。无机式要求自然站立，起棚下落，先行腰劲儿，握拳转腰，展掌向左鱼角推出，为推窗望月。下移动横合掌，退身靠劲儿，果合劲儿向前进挤，开开进步懒扎衣，整体性的虚灵顶进。下移动横合掌，退身靠劲儿，果合劲儿向前进挤，开开进步懒扎衣，整体性的虚灵顶进。好，下面我们接着学，开手合手，单边均匀展开，如张弓。下面我们接着学，开手合手，单边均匀展开，如张弓。下一个动来讲呢，就是提手上势，薄荷两翅向前推出。好，开手合手，展掌搂膝傲步，定足式尽力灌足。就是提手上势，薄荷两翅向前推出。好，开手合手，展掌搂膝傲步，定足式尽力灌足。前后侧身，手回尾巴，狮子滚球，做两个以后进步搬篮锤。搬篮锤我们要求尽力放远，要发挥抖弹之劲儿。前后侧身，手回尾巴，狮子滚球，做两个以后进步搬篮锤。搬篮锤我们要求尽力放远，要发挥抖弹之劲儿。那么搬篮锤完了以后呢，应当是如风似壁，抱虎推山。我们前边套路已经有，现在呢就是讲这个伏虎式。完了，开手合手，展掌搂膝傲步。那么搬篮锤完了以后呢，应当是如风似壁，抱虎推山。我们前边套路已经有，现在呢就是讲这个伏虎式。完了，开手合手，展掌搂膝傲步。下一个动就是手挥琵琶，捧脊开开，继续做懒扎衣，如前之势。下一个动就是手挥琵琶，捧脊开开，继续做懒扎衣，如前之势。转身开手合手，单边尽力同前。
转身开手合手单边尽力同前，向左击拳，退步倒捻猴，一倒捻猴，二倒捻猴，三倒捻猴，四向左击拳，退步倒捻猴，一倒捻猴，二倒捻猴，三倒捻猴，四薄荷凉翅向前推出，跟绳步开手合手展掌搂膝熬步，薄荷凉翅向前推出，跟绳步开手合手展掌搂膝熬步，退身手挥琵琶海底针，弯腰按劲儿，退身手挥琵琶海底针，弯腰按劲儿，起身三通背，一第二式，起身三通背，一第二式，起身三通背，一第二式。好，现在我们由这个三通背呢开始，撤步握拳并拳向前推进，展掌为望梅展甲。好，现在我们由这个三通背呢开始，撤步握拳并拳向前推进，展掌为望梅展甲。好，现在我们由这个三通背呢开始，撤步握拳并拳向前推进，展掌为望梅展甲。下一个动十字掌，开手合手单边云手，一二三，下一个动十字掌，开手合手单边云手，一二三，下一个动十字掌，开手合手单边云手，一二三，握拳行果劲儿，握拳行果劲儿，
重心于左，起右脚一，起左脚二，侧身蹬脚，要求发斗弹之力，果核之界进行摘锤，摘锤，注意腰动，哎，这是两个背行将果劲儿。起脚之前是十字掌，对，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了啊。侧身抖弹，栽锤，啊，这前面栽锤，对，好，好，重心于左，起右脚一，起左脚二，侧身蹬脚，要求发抖弹之力，果核之界进行栽锤。栽锤这个身势是屈中求直。摘锤这个身势是屈中求直，可以延时练习。完了，转身钻拳，出掌，起步，退步。摘锤这个身势是屈中求直，可以延时练习。完了，转身钻拳，出掌，起步，退步。在这个定式上，太极十三式里边有定，可以延时。准备现在搭手为十字，在这个定式上，太极十三式里边有定，可以延时。准备现在搭手为十字，下一个动就是将左脚蹬出去，蹬右脚，继续搬篮锤。下一个动就是将左脚蹬出去，蹬右脚，继续搬篮锤。如风似壁，抱虎归山，就补了前一节的这个动相同。伏虎式前面已经有了，开手，合手，搂膝凹步，似壁，抱虎归山，就补了前一节的这个动相同。伏虎式前面已经有了，开手。合手，搂膝凹步，继续做跟前边一样的手挥琵琶，挤开开坐身推出去，仍然是懒扎衣这一节。继续做跟前边一样的手挥琵琶，挤开开坐身推出去，仍然是懒扎衣这一节。走，这个懒扎衣可以长速，可以慢。合手，斜单边，现在做的跟以前不同，斜单边，方位斜。转身，好，正好360度，下身螺旋下，起身，果劲儿两倍。再下身，穿掌，玉女穿梭一，玉女穿梭二，过渡式的玉女穿梭三，再转身，玉女穿梭。懒扎一可以长速，可以慢。合手，斜单边，现在做的跟以前不同，斜单边。方位斜，转身，好，正好360度，下身螺旋下，起身，果劲儿两倍，再下身，穿掌，玉女穿梭一，玉女穿梭二。过渡式的玉女穿梭三，再转身玉女穿梭。
好，将手撤回，搭成十字，开合单边。这个单边要求呢，移动撤掌二动，向右大转身抱球，继续转，好，螺旋坐身，两臂之动要求均匀，坐下尽力坐整，要虚灵顶劲，要求整体性的。再换第二式，仍如前之动，尽力做足，似乎做下去，再掌身穿掌，好，向前并步出手为玉女穿梭一，向右转身为其二式，再进步穿掌为其三式，下一个动随着穿掌随着转身，第四，好，将手撤回搭成十字，开合单边，这个单边要求呢，移动撤掌二动，向右大转身抱球，继续转，好，螺旋坐身，两臂之动要求均匀，坐下尽力坐整，要虚灵顶劲，要求整体性的。再换第二式，仍如前之动，尽力做足，似乎做下去，再掌身穿掌，好，向前并步出手为玉女穿梭一，向右转身为其二式，再进步穿掌为其三式，下一个动随着穿掌随着转身，第四，手打其后呢，定住劲儿，展掌云手一二三，下势注意微定，可以练腿的耐力，好，蹬击独立，注意一二，二是环步了啊，手打其后呢，定住劲儿，展掌云手一二三，下势注意微定，可以练腿的耐力，好，蹬击独立，注意
一二二十环步了啊。船长赵碾侯向左右之余推挡，好，下一个注意撤步，换个方向再推出，也就等于前一个收拾了啊。好，再船长再做一个，再撤步，转身，整体性的裹合之劲儿。好，这是第四个。跟前面一样了啊，拍手合手，好，站长微微七腰步，跟前面一样。船长赵碾侯向左右之余推挡，好，下一个注意撤步，换个方向再推出，也就等于前一个收拾了啊。好，再船长再做一个，再撤步，转身，整体性的裹合之劲儿。好，这是第四个。这个跟前面一样了啊，拍手合手，好，站长微微七腰步，跟前面一样，我们就不做重点的要求了。好，手挥皮吧，船长。好，海底针，海底针来讲呢，可以慢点，主要是练强肾，练腰，三通背。手挥皮吧，船长。好，海底针，海底针来讲呢，可以慢点，主要是练强肾，练腰，三通背。这个呢也可以作为桩功，就这样啊，久站，对其强肾健体大有好处。好，推进，好，再站长。这个呢也可以作为桩功，就这样啊，久站，对其强肾健体大有好处。好，推进，好，再站长。好，变成狮子。好，继续做单边。啊，云手了。云手呢，要求呢以右为轴，左右转动，要沉稳之动，显示腰力和腰功。这只呢是呢扣掌发的抖弹之劲儿。实际来讲呢，向两侧展开抖弹，肘击的意思。好，进步指当锤，跳跃要集中力量，猛跃身。而发拳，好，变成狮子。好，继续做单边。啊，云手了。云手呢，要求呢以右为轴，左右转动，要沉稳之动，显示腰力和腰功。这只呢是呢扣掌发的抖弹之劲儿。实际来讲呢，向两侧展开抖弹，肘击的意思。好，进步指当锤，跳跃要集中力量，猛跃身而发拳。啊，以腰为轴，主宰于腰嘛。如果同志们腰不得劲，确实是难以行动，何况练着拳了，也就确实练不下来了。所以我们健康的同志呢，坚持练带吊拳呢，对于强壮其内劲儿，那是不可估量的一个储备力量的方法。
好，拍手，合手，单边，要均匀拉开，含劲于内，如张弓。啊，以腰为轴，主宰于腰嘛。如果同志们腰不得劲，确实是难以行动，何况练着拳了，也就确实练不下来了。所以我们健康的同志呢，坚持练这道拳呢，对于强壮其内劲儿，那是不可估量的一个储备力量的方法。好，开手，合手，单边，要均匀拉开，含劲于内，如张弓。好，我们现在从单边开始啊，这个式子就是单边了。好，做引手，一。二，啊，三，也可以做五个，也可以做九个，啊，进从下而上发拳，一，二，三，挂中拳。挂中拳的时候可以做定式站桩弓，是单边了。好，做引手，一，二，啊，三。也可以做五个，也可以做九个，啊，进从下而上发拳，一、二、三，挂中拳。挂中拳的时候可以做定式站桩弓。好，定中拳呢要求呢尽力放足，完了呢开掌为斜飞式或者叫做斜飞式。好。发抖弹之劲儿，穿劲儿，继续向上穿而提足，绕撤步，靠右掌，右转身，拖掌出去，扣掌变拳，双峰贯耳，弯弓射虎，撤回来，侧身双掌锤啊，这个式子就是。接着呢。就右转身，搭手为十字拳，铸剑变掌，尽力坐于后右足，而渐渐的呢，收势至中，回复呢太极之势。好，这是挂中拳，我们就展开为斜飞式，注意龙折身之势。好，进步抖弹。穿掌，提右腿变为更替独立穿掌。好，回身扣步扣手，摆连之后呢是搓双掌，注意双峰贯耳，右向作动，弯弓射虎，左鱼撞锤，定住了劲儿之后，渐渐回身，由拳。搭成十字，定住了劲儿，变掌下落，腹出式。观众同志们，我们根据呢便于学者的掌握，我们从背面投影向大家呢介绍这个拳的练法，仍然是取其重点啊，像这个斩掌啦，推长王月。啊，斜展掌，对，我们看的就比较真点了。好，推出去，这就是那个懒大衣。啊，转身，对，转身的方向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了。好，提手上势。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狮子滚球。进步搬篮锤发抖弹劲儿，看清了吧，这个抖弹比那个明显啊，注意伏虎式转身搭成十字手，开手合手，现在又是搂敲步了啊，手挥琵琶，对，棘手，好，开开懒扎衣啊，这是左转开手合手单边啊，击拳，对，刚才有一个腿身靠，这个四个倒捻猴呢跟我们正面讲的完全一样，只不过就是身势的投影位置变了，使大家呢更能清楚，综合运用就便于掌握了。
好，开始啊，开始啊，好，那么七奥步，接着呢，手挥琵琶，对，海底针，注意。两手相合一力向回撤，好，发出展掌，万民展甲了，就是啊，万民展甲也可以微定，也可以从速而起身，那结合内心的变化，随心变变啊，哎，这是又是单边了，每一个单边呢都要通过开合手制单边，云手，好，啊，左右云手，注意腰动，哎。这是两个背行将裹劲起脚之前是十字掌，对，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了啊，侧身抖弹腮锤啊，这前面腮锤，对，好，出手啊啊，这都需要发抖弹之劲，对，把劲力握下去啊，剪子骨之布势，好，搭上十字掌起脚一，这是起脚二了啊，这是左顾右盼之势，继续打翻轮锤，好，如风随笔，啊，手挥琵琶，几手开开做懒扎衣，把后步跟上去，这是斜单边的支动吧，啊，好，现在斜单边拉开了，啊，注意果核之势，发抖弹之势啊，这个看得清楚，比前面要更清楚一些的了。好，这都是果核之势，螺旋而下身，啊，展掌，注意，对，啊，第二螺旋下身做完了以后就是穿掌了，啊，玉女穿梭一，玉女穿梭二，玉女穿梭三，回身，四，好，发抖弹之肘打肘击啊。接着就是这个云手，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云手我们说了三五就赶到这面，好，抖弹，两手相扣相合蹬出去，好，这个白蛇吐信就比那个做的就更清楚了啊，投影的这个方位不一样了吗，这是单边啊，大家都知道单边，继续做云手啊，这是一二啊，挪一步并一步，对，发双拳，这是定中拳，也叫挂中印啊，斜飞式就展开了，我们看我们后面啊，前面我们已经看了，现在这是后身，好，龙折身过来了已经啊，穿掌，好，穿掌提足，好，扣步带提脚，摆连腿，双掌托出去，变为双峰贯耳，弯弓射虎，这是双撞锤，好，又回身，变掌下落，腹出势，
便呢我们介绍了太极内功养生拳的宗旨和它的设计原理，那么我们向大家呢就做个示范啊。来，太极推手来讲呢，讲定步这里边来讲，横离几案，踩裂肘靠，平常我们练推手的话，连定步的就这种身形啊，基本就可以了。技能养生的话呢，也可以健体啊。如果说发劲儿的话呢，那就应当引动对方一下啊，引动一下，这就叫引筋斗空。你引过了以后呢，它能够腾空啊，你才能发的。当然我是练不好了啊。比如说太极拳里边有力，这就属于力。捋的方法呢，这也是说算捋吗？啊，哎，我们推手就到这儿吧。太极拳里边呢，讲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有这个风中的斗弹之力。现在我们抽出来进步阴阳指当锤呢，做个示范。这个动作的发力要求呢，发整体之劲儿，松中的斗弹之劲儿，浑身要聚动而发力。好，这点也能发它啊，拿这点也能发力。你看你现在这样发力呢，往下拖一下，啪，它就起来了啊。然后注意引筋落空啊，注意啊，你看是吧，引筋落空，甭管它现在倒了是吧，这个引筋落空合计出，哎，走啊，来，甭管它了就得了吧，是吧。太极尺气功，即太极棒气功，由119岁的赵忠道老先生所独传。他主张以练先天气功为主，自然包括后天气功，入手于先天，避免了调息的偏差。这种功法是以其操作自觉而进行的，无论行止坐卧都有其操作方法，这些操作方法围绕着便于自然、能以入静为宗旨，因而能以静就能以定，能以定方能发挥其内在的无限量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身体敛气归丹，练虚还道，为抵抗疾病储备了力量，对于健康，特别是延年益寿起极大作用。无论老少皆宜，以致传到海外，是均受欢迎的一种先天气功之法。同志们好，根据医疗体育确病健康延年益寿之需，和我们太极内功养生拳之需，选练了太极棒气功的几个自觉。在我们练功之前，请大家准备一把太极尺，其造型呢如此，要求8.4寸长，是木质的啊。现在我们开始练转功，注意转功，我们练的过程当中要求呢整体性的松静自然，圆转自如，横劲儿呢不丢，也就是说太极的手自觉。就是这样练。我们结合呢太极来讲呢，就应当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同志们，上一节我们讲了转弓，今天呢安排转斗之弓。转斗之弓的变法无疑是在上一次转弓的基础上，身势都是那样加以斗转。现在开始，这个功法的要求呢，全身放松，重心呢全然至下，胸腹部呢有个抖动的感觉。速度来讲呢，是应当随心意的，不要绝对拘泥。好，我现在开始继续做啊，请同志们注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一节我们准备进行摇子功。摇子功的练法呢，身势和步行和前两节呢同样，现在我就开始来做。这个做的时候要求呢整体性的动，起的速度呢要慢于落的速度啊，大家注意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下一节呢就准备练锤斗功。锤斗功的步行呢也同样是弓箭步开步。现在我就开始，弓要求呢后脚跟呢要少许抬，或者之间定步的啊，定步来讲就牵扯到发劲弓的啊，提时候呢比如说要慢，发的时候就要快啊，这个意思啊啊，大家注意啊，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今天我们安排这一节太极棒，主要针对呢练八卦掌的同志，
初学后面九练不能达其增进自然者，练习呢这太极棒气功确实大有帮助。现在我就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现在我准备再向同志们介绍一种太极扭棒之功，这个棒子来讲也是特意制造的，要求呢六寸之长，其造型呢就是如此。下面我就开始练，仍然利用了弓点步啊，注意大跨步式的啊。这个练的时候要求呢，就是说以腰力而向前推，回来呢丹田吸劲儿，下沉其腰啊。在扭动的时候呢，同时推同时扭动。比如说我们向前推的时候呢，要求上手的握把要实，下边要虚，就形成了一个轴动，也就是说滑配合的意思。你看向前回来呢正好相反，上手形成滑合，下手要实啊，构成一个运动。注意啊，看这个来讲呢，操作方法对于练缠丝前后之力，或者呢手的擒拿之力大有好处。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儿。现在我们安排自然盘膝的肘弓之操作方法，注意啊，停还可以静守一会儿，就这样做啊。当眼睛呢没有颤动的时候，就证明神静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静守其丹田，就专门以静而练静，通过长时间的静转入定，其效如神。下一节我们就开始呢练这个双盘膝的晃功，注意啊，把这条腿呢搬到大腿上头面来，另一条腿呢再架到另一条腿的上面，这是为双盘膝。双盘膝的时候呢也照常拿着尺，就连晃功了啊。你看静的时候呢，就可以闭目养神，而这样托着太极时，静守其丹或者使手指的中间球的部位就可以了。时候袭击来不能守其静的时候，还可以轻轻地进行晃动，要随心意而动或者抖动。练抖功的时候呢，可以提神振作精神，针对呢入座之时呢昏昏欲睡的情况啊，可以练这个抖功。当练除之后呢，还可以慢慢地收回来太极尺，放在这儿就守着它就可以了，直至静而定。这个动的规律是什么呢？开始由外动
导致内静，一旦入静，也就是说内静了以后呢，再导致内静，内动。内动来讲是气血运行之动，气体呢交换之动，对健康促进新陈代谢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作用。好，这一节就讲到这儿。好，我们现在操作的是呢太极棒执行功，也就是说太极尺的这个步行功之练法，要求上前去的时候呢发松中的斗弹之力，撤回的时候啊要有抽劲之力，突然爆发。现在我们开始呢练斜行，也就是斜步动作的太极棒，用其呢太极的绵蓬之力。当然凡是握棒之时，就合棒呢形成一个合力，再结合周身的整力，完成我们练功的全套路。现在我们所练之棒呢和太极手有区别了，造型也有区别，也就是说呢练这个扭顺逆缠丝之力啊。我们现在呢有几个动法，基本有三个，是吧？包括呢绅士的上下升降，左右呢扣扭。那么这套方法呢对于擒拿之术、撞旗、万力和指功有好处。好，我们收拾。下边呢我们就练这个太极扭棒。扭棒的造型和太极是有区别，为了求其松功，先呢抖动两下，再进行呢上下蹲身的扣扭七棒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再做一个啊横棒，也是呢上下蹲身而左右形成扭动。我们再做一个左右之侧的扣扭之棒，那么这个对擒拿术、万力指功和整体之劲都贯穿着实际内劲的功法。现在收拾。太极柔术取其柔之名，由柔至刚，做到内静外动，动静结合。这是已经绝版的太极柔术说明书。这是太极柔术专家119岁高龄的赵忠道老先生，这是赵老先生80多年教学的亲笔墨宝，现已留给关永年先生。该墨宝阐述了先天气功和太极内功之真谛，以及入门武术练法之原理，内容丰富。太极柔术以柔制刚，松静互为其根，它的操作方法既有工具之功法，又有徒手之练法，老幼皆宜。关于太极尺气功即太极棒气功就讲到这里，下面开始介绍太极柔术中的几种功法。现在我开始讲授太极柔术中的开合功之练法。这个功法的练法来讲呢有两种定义，注意我后脚跟，如果后脚跟抬起来的时候是侧重于健体养生，如果呢同样的手势之运动，那么我后脚跟呢不抬，这就和太极的技击运用发力自后而腰而背打一掌指是有一个定义上的关系了啊。大家现在注意，我做养生功啊，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结合太极拳来讲呢，我们上肢运动呢完全等于，作为后脚跟来讲呢，前进后退，前进的时候注意后脚跟呢不要抬起啊，就是蓄而后发，要注意力的产生源于后足跟，结节达之于掌指啊，从根节呢到梢节啊，注意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收拾，稍定，意念下沉一丹田。现在我们教太极柔术里边的这个长吕，它也是木质的，造型就是如此，三尺二长。具体变法来讲呢，我先个人来表演一下。这进攻式，这是吕，进攻式吕，心理活动。好，现在我们就合着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今天这个呢我们就教这儿。上一节我们讲的是双人练的功法太极吕，今天呢我重点呢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太极球，特别是木球的练法啊，大家注意啊。在揉动这球的时候呢，要求以腰作为主宰，是腰动，比如说后来前去啊，后来前去。那么球旋转呢是一个圆周，但也应当呢分一下前后，这样就便于呢记忆了啊，这是为前，这是为后，这是为前，这是为后。当向前的去的时候呢，它的内功特点之要求，要求我们呢你腰催向前丹田啊，球呢随之而出。当回来的时候啊，现在就是回来了，那么要求呢丹田向后吸之意，把球呢给吸回来了。那么我们在运行当中呢，不要拘泥圈的大小或者动向啊，你练熟了以后呢就可以这样去做，脚底也可以活的啊啊，注意啊，你看由快到慢，掌指手背都可以揉动啊，这就相当于推手了啊。如果呢你通过揉球能够呢上虚下实，能够呢体验到
粘连粘随之劲儿，那么我们呢按照意念啊去触其久而转，不是用力去揉揉啊。好，太极拳我们就讲到这儿吧。上一节我向同志们介绍了木球功之柔法，现在我们介绍石球。石球功来讲呢，是在木球功的基础上柔转其啊这个石球。石球呢属于重点之法，起码要求呢内三合加之于外三合，六合之功反映到这个球上啊。这个木球功来讲呢，它主要练的轻灵松功，通过轻灵松功，按术语来讲由柔至刚，那么这种刚来讲的是太极之内劲儿。有了太极之内劲儿呢，我们再加以重练操实球之功，其功力呢可以说成倍之增啊。现在我就柔这个球的练法呢，主要要练到极为含蓄啊。虽然球在滚动，好像我们推千斤重植物，这样的话呢从意识从心理上去影响呢机体，造成一个呢良好的条件啊，这样的话是对身心健康具有利。这个的速度来讲呢，也是要求呢我们随心而动啊，不要滞，随心而动。圈可大呢可小啊，可以圆呢也可以扁，也可以练着发力哈。这发力一想到这球能打在那头里，恐能把墙呢都给打透，就这个意思就可以了。这个石球功我们就讲到这儿吧。现在我们开始介绍太极柔术当中的二人合练之法。这个功法来讲呢，要求懂劲儿，要求极静，要求呢互相配合，达到掌指粘连粘随啊，特别要默契而行啊。现在我开始，那么前后往来呢也要注意运用腰进腹退练整体之劲儿啊。和太极尺七功一样，两个脚前后都可以轮换。好，接着到这儿呗。现在我们开始介绍太极柔术当中的二人合练之法。这个功法来讲呢，要求懂劲儿，要求极静，要求呢互相配合，达到掌指粘连粘随啊，特别要默契而行啊。现在我开始，那么前后往来呢也要注意运用腰进腹退练整体之劲儿啊。和太极尺七功一样，两个脚前后都可以轮换。好，接着到这儿呗。现在我们开始练孙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之创始人呢为孙禄堂老先生。孙禄堂老先生是一代内家拳之宗师，这是懒扎衣，开手、合手、单边、提手上势、拨开两尺、开手、合手、揉膝扭步、手
手挥琵琶，狮子滚球，斑斓锤，也叫做统一就叫斑斓锤就可以。开手、合手、搂七腰步、手挥琵琶、揽扎衣，好，坐在这儿，继续开手、合手、单边、肘底锤，肘下看锤也叫做，就是倒捻猴。倒捻猴呢，要求走四个，这个是第二个，下一个做呢，第三个，再做就是第四个了。接着就是手挥琵琶，包括两翅，开手、合手、搂七摇步、手挥琵琶。啊，现在是海底针，三通背也叫做扇通背。啊，这是翻身三通背。现在继续做呢，进步懒大衣。啊，现在呢就是懒大衣最后一个动，开手、合手、单边，接着就是云手了。云手要求呢都是单数的，啊，总之要改的这个右侧再进行，是吧？这个蹬脚一、蹬脚二，这是侧蹬脚，啊，接着就是呢，塞锤也叫做啊，现在是再次的转身蹬脚，跟那个方位有所区别。落脚之后呢，就是斑斓锤，如风四壁，抱虎推扇，也叫做抱虎避扇，开手啊，合手啊，搂七腰步，继续手挥琵琶，这还是懒扎衣。实际懒扎衣之前有个棘手向前啊，下一边呢是斜式的了，单边跌马分鬃啊，继续做呢懒扎衣。啊，这还是棘手，啊，这是懒扎衣最后一个了，开手、合手、单边，啊，这个通过三通背做玉女穿梭，也是要求呢做四个，啊，这是第三，再转身作为第四，好，手挥琵琶，棘手、懒扎衣，实际来讲按老拳谱来讲就没有这个棘手，就是懒扎衣。啊，贯穿下来了，啊，这是第二趟云手的开始了啊。这云手刚才我们讲了，就要求做到左面，啊，只有单数才能做得着左面。这是登基独立，一、二，继续做倒捻猴，啊，同前边呢一样，一共要求呢我们做四个，现在来讲是第三。再做一个啊，倒捻猴，好，手挥琵琶，和前面一样啦，这个开手、搂七腰步、手挥琵琶啊，继续海底针，三通背，第二个是翻身三通背啊，继续做懒扎衣。这个懒扎衣坐到这儿，转身开手、合手，继续单边。那么该第三趟云手了。啊，高太满，啊，转身蹬脚，十指一式狮子脚。进步只当推，退步懒扎衣啊，这个懒扎衣主要要求退步，手法跟前者呢相同，只是姿势身势稍低点，这又是单边了。单边下式，上面轻轻，刚才是退步跨虎，转角摆镰，弯弓射虎啊，转身双杖锤，再继续转身呢为阴阳混一，恢复到无机式，把心意定住，全然放松。
现在由我演练的五行当中的第一行，也就是说形意呢劈拳三体式，现在就是三体式，出拳发掌为劈。劈拳要求呢舒展，尽力要整，四肢齐动，尽力呢发自于丹田。鸣钢的时候呢就按揉，按揉的时候呢就要求发松动的抖弹之力，这是总的拳法的特性。好，我们现在就收势了，这劈拳就练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开始练钻拳，按照老拳谱及其习惯，应当是劈蹦钻炮横五拳。那么呢按照相生之理啊，由劈至钻，所以我们现在呢练钻拳。按照属性来讲呢，那就应当呢劈蹦以此类推而排列。钻拳呢也是要求尽力发于呢丹田。好，现在收势，定住了神，现在我们开始呢练绷拳。起势要求均匀啊，由三体式开始，尽力于后方啊。现在发的就是绷拳，绷拳呢四剑，特别要沉稳，以后足蹬直于前啊，回身要一气呵成，站稳。好，再次回身为礼包挡树挡长树，跟刚才一样。好，退步绷拳啊，由退步而收势。下面我们开始呢练五行当中的炮拳。炮拳呢仍然由现在的三体式开始。炮拳呢属火，它是左右都可以练习，按着鱼角呢而发拳啊。回身呢要求速度，发拳的时候呢含突然爆发之势，这个拳呢练的也是柔劲儿，而要求呢绵里藏针之术。好，现在收势。那么下边开始练呢五行拳当中的末一行，也就是横拳啊，属土，仍由三体式呢开始演练啊。这发的第一拳啊，第二拳啊，以此类推。好，回身继续发抖弹之劲儿。横拳呢应当不见其横，应当行轻而易重。好，现在收势。那我们演练呢五行拳综合拳呢，也就是说进退连环拳。回身礼貌道上术，连环拳要求呢进退自如，一气呵成，特别是强调内功之意念，发抖弹之劲儿。回身礼貌道上术，下一个退步绷拳。好，收势，气息降下。我们现在开始呢
演练十二型当中的第一型为龙型，仍由三体式开始。龙有折身之势，有斗弹之功啊，刚才我们三体式起的时候就概括的代表了。那么我们现在练呢，为了适应广大老少中青，还是侧重于柔而加以微微抖弹，这样的话可以做到养练壮内而固气，要均匀，要一气呵成，要做到自身之和，每动势连接都符合意志。现在收势，下面我们演练呢十二型当中的第二型，也是虎型。虎型呢也是由三体式开始啊，注意筋部微微抖弹，发抖弹之劲儿，要发其合力，四肢齐动而立俱至，转身要求稍快，但脚下不要过于强硬，越是绵绵越是呢刚劲儿含于内。好，现在我们收势，现在我们开始呢练马型啊，三体式出势。哎，马型，马呢的特点，马蹄之功啊，脚背功力大，而且负重，我们这拳要求呢后足增值于前拳，节节贯穿，手脚齐到，力点集中。现在收势，开始呢练驼形。驼形呢也是从三体式开始啊，左右分掌，要发抖弹之力，突然翻腕转身。那么运动起来呢似乎于云手或者柔球功了，但是在运用方面有所区别。就我们现在来开始呢练蛇形，根据蛇的性能呢大家都知道了，就没有时间呢过多的解释。叉掌出拳，叉掌出拳，叉掌出拳，回身出拳，叉掌出拳。那么我们出拳呢也可以运用随叉掌而随出，那也就是所出之拳呢也可以说是掌。好，现在收势，在形意拳里边来讲呢有位之鸡腿龙身，胸膀虎豹头。那么鸡形功来讲就突出了根基独立之势啊，既要独立还要发挥抖弹之势，而且是整体性的啊。金鸡报晓，那么这拳要求呢清脆而干净利落，通过穿掌而回身收势，又有龙折身之势。好，现在说完事了，下面呢由我练雁形。雁呢是属于飞禽了，从三体式开始，我们身势运动的情节都给人一种小燕飞翔的这个轻松的感觉啊，但是练起拳来呢要刚柔相济啊，立身呢要中正而安舒，独立式也要稳啊，也要蓄劲儿，蓄而后发。我们每行呢都只能做到了重点介绍，我们连练十二行当中的台行啊，台行做起来以后呢也是要有灵动而进整，齐动齐坐，是吧，转身要清楚利落，
那么动向呢和虎形相同啊。三体式开始呢，打左右之余啊，发力向左右之余，也就是好好收拾。在我们开始呢练十二型当中的药型，也是从三体式开始啊，站稳，腰子钻天，关键注意它的动。至于诠释名称呢，那么拳谱已有了，就不多费时间了，主要我们突出啊它的练法和动向啊，动作运劲儿和呢沉稳之程度。现在收拾，下面我们开始演练十二型当中的猴型。猴型的特点呢，灵动，突而爆发，有个玲珑透顶之势，蹿蹦跳跃在其中。我们这猴型要求呢，走四一只脚的运动方向，最后走齐心。现在用的是穿掌和折身姿势，而至收势。现在我们练呢末一型。末一型呢，实际来讲呢，十二型当中呢是十一个套路，十二个形象啊。现在是鹰捉，起呢为雄，落为鹰。鹰有呢由上直下猛然扑食之势吧，也是要求呢干净利落，四肢呢齐动而俱发其力。好，现在我们收拾。现在我们开始练呢杂耳锤。杂耳锤呢，也就是说十二型的综合之练法，在前面的五行拳当中呢，它的综合练法是什么呢？进退连环拳。大家呢仔细啊，细心的观看，就是说发劲儿，动力之大小，特别要求做的合。合也就是呢包含着随心所欲之动啊，不要有勉强之处，才可以说呢真正的自然。特别是对老者来讲呢，侧重于养生啊，当然跟青年同志呢练起来，特别是运发之劲儿，在轻重方面应当呢有所区别。好，现在杂耳锤收拾。现在我们练的是呢九州棍。九州棍呢多有失传，唯有万来生先生呢在武术会中当中介绍过此棍之渊源和其名称以及练法。那么我练这堂棍呢，源于蒙大赵新洲老先生，即我父之师，也是呢万来生先生之师。好，现在我们收拾。